呼叫一下大凯跟白痴，看一下这一款。我剩下的手游都稽查一下。常に戦いの女神アテナの周りを守る少年たち。彼らはアテナのセイントと呼ばれ、アテナの戦闘士。この体だけを武器として。その剣は空を引き裂き、その蹴りは大地を割ったと。そして今、真の勇気と力を持った少年たちが新たなセイントとして蘇った。圣斗士其实是有很多个的。コスモを感じたことがあるか。不止那些穿着黄金铠甲的，是不是？点击开始。睡啦，又是这首歌。每一款正版授权一定都会有。正版授权就是买这首歌。终于回来了，我把圣衣带回来了。点击战斗开始。哦哦哦，是这个玩法哦。之前有一个那个什么什么恐龙的。之前是不是有一款那个原始人恐龙，然后放着乌拉拉转一圈。哦，那边的人是还记得我吗？天马流星拳啊，过了六年我们还能相遇呢。当当当当。こんな時に兄さんがいてくれたら。保护全体，放电。恭喜你获得了新的斗士，让他加入战斗吧。战力上升了。为什么我不能自创 ID 什么的，然后也不能登录。自动战斗。哦，这还在前面的剧情。准备挑战强敌。不是呢，不是就要回家而已吗？这路上到底是有多少敌人？圣斗士竟然打水军呢、欸！可以稽查《射雕英雄传》的，我也有载，真的来试试。每次击败敌人都可以获得一点经验，为伙伴提升一下。这些狗也是有圣衣，是不是？银河斗争之卷，再见了沙之。经过六年的训练，星矢变成了圣斗士，回到了姐姐所在的日本。殊不知在故乡等待着他是一个不幸的消息。哦，沙之就是这个、哦、其实就在你离开的那天，你的姐姐就失踪了。哦，他后面还有漫画，告诉你这真的是正版授权。这是人马座，强敌出现，独角仙座邪武。他打我一滴血都不扣，算是个强敌吗？阿美倒了，够了！从明天起，银河擂台赛就要开始了。
想打的话就去赛场上打。哦，圣斗士彼此是不能打架的。冷静一点，星矢。只要你在战争中取得胜利，我就用财团的力量来帮你。他不是神吗？获得了战利品。啊，他已经变成战利品了。召唤。他是资本主义的神欸。升级哦，这个会飞欸。这个大鹏展翅的。把它丢上来，一箭上阵。这几个看来都是开场就送了。奥义得到了强化，天马彗星拳。瑞雪，你收到了，对的。这样你过年就可以跟朋友玩了。圣斗士平常都这样跑、啊。圣斗士不是应该用瞬间移动出现的？天马彗星拳。ダイヤモンドスタート。これで決めるんだ。一度見た技は通用しないよ。这条路真的好长哦，这样还在第一章哦。这里可以领取宝箱，我什么时候可以开抽啊？又获得了新的斗士了，耶、yeah ！这样我不是全部都拿到了吗？有名的全部都有了、欸。子龙哦，一箭上阵，啊？那五个家伙都要来了吧？刚抽的话，不知道等人抽什么？为什么、啊？为什么那个独角仙又出现了？特效很多嘞！噔噔噔，什么时候两倍哦？应该快要可以了吧？真正的强敌出现了！哦，敌人也开始穿圣衣了。大家都是雅典娜的手下，不要互打好不好？强敌。ダイヤモンドスタート。メディアプリーム。ダイヤモンドスタート。这面长得跟我们一模一样。本届中服十个月。やったぜ。有大凯，有打恐龙喽！看的，要列队吗？我们要打恐龙了，我们要去冲黑龙了。昨天是说除了黑龙还有哪几只？打麒麟、金狮子、黑龙都是。十分订阅嘛，哎，我已经可以开抽了，我终于可以开抽，我已经等不及了。名次黄黑麒麟，好，没问题。
セイントには同じ技は二度と通用せん。果然是你啊，辉哥。一辉来喽，恭喜你召唤的圣斗士。可以修炼，点击修炼，塞进去，塞进去，哦，啊啊，修炼就身心啊，啊一样的合在一起就身心了，哦哦哦，哦哦哦，哦，获得了新的斗士，提升一下吧。セイントには同じ技は二度と通用せん。十级可以突破。当当当当当当！一剑上阵，五个人都到齐了。这该不会等等是会回收走的吧？不可能把我这五只一起收走了。噔噔噔！准备挑战强敌，白色还没出现啊，等等他一下。强敌还有钢铁人呢。超流派。天马流星拳，你要克死他啊！我到现在还没看到什么需要氪金的要素。哎，雅典娜跟我说完那句话之后消失好久。你获得了饰品。剑佩戴。饰品也可以强化，啊啊啊啊啊，没问题。装备又变强了，太爽了！打这些杂鱼，我都不知道我装备到底有没有变强。来了！马会星拳，单单一只十二，叫做无敌的天劫星，是不是？你尚未绑定哦。哦，合格，合格。先打恐龙。